我们正行驶在新西兰北岛的一号公路上，目的地呢是鲁佩户火山旁的滑雪场。在新西兰的冬天，阴云夹杂的小雨是典型的天气状态。驶入路旁的一家牧场咖啡店，调整一下。到院子里伸伸腰，可比喝咖啡更重要。咦，羊儿欢迎我来了。通常呢，这些会讨喜的主儿会被散放在院子里，和游客们亲近玩耍。见这么怪异生猛的丑猪，他们可爱的脸儿是不是特别像中国剪纸《三羊开泰》里的羊呢？真的看着好喜庆啊。转了一圈，看到了吧，在新西兰宠物类可不单指狗哦，猪、羊、马都是我们的宠物。要出发了，再见吧，牧场咖啡店。